爬铁塔要小心，今天天已入滑哈，那大家走路要小心。像我们这一留下来的哦，连枝都很久了，在这个环境也几乎都习惯了。为了家庭不习惯还要习惯。哦，平均60，我们三个183。晚上回去要看到每一户都有电可用，觉得我们在这边工作还是值得。